有点我也要啊，今天不是，是这个。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我们今天来到 Glasgow 的 High Street， 有一个 mission， 就是要买礼物。因为我跟 Ed 跟 Ed 的女朋友三个人，就是决定交换礼物。那个任务就是要15到20磅里面。你知道我的人，我肯定不会买正常的礼物的。我还没想好买什么礼物，所以就今天你们跟我在新年之前走一走 Glasgow 的 Shopping Mall， 看一看有什么奇怪、最累、最废的礼物吧。今天气好好哎！虽然我知道圣诞节已经过了，但是没办法，有一点晚拍这个影片，就弹那个圣诞节的歌也有一点晚，但是没办法，我原本是打算圣诞节的时候刚刚好25号发一个影片，但是重点是我新的 camera 有一点问题，所以没办法，超级不开心的。但是我发现不开心是没有用，再拍一个新的影片那就可以了。其实，在英国也有很多 Pokemon 的东西，好像。然后我看到，波波口，我跟朋友都常常欺负 Eddie， 就是跟他说，哎，潘丁，常常叫他潘丁。我那个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潘丁那个很好笑，他原本叫潘丁已经很好笑了，潘丁潘丁潘丁。然后原来 Will 指的就是刚刚那只 Pokemon， 原来那个叫潘丁，因为在我的心里面，那个叫波波口，波波口。说中的尼斯湖水怪就是在苏格兰，是这个，很可爱。我在想，应不应该买，还是买 Highland Cow， 超级可爱。啊，说到买礼物，我就想，一心跟 Eddie 会喜欢什么 Pokemon。好，所以就不买 Pokemon， 煮东西不要，都不买煮东西的东西。哎，没有想到现在还有 Christmas Market 的，这里就是 Christmas Market 加一个好像是 Wonderland 的东西，就看到人家在玩，对不对？超级美的，果然我戴这个 Christmas 的帽子是没有错。Christmas Market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很多人在卖这些 German sausage， 就夹一个面包，这是 hot dog。这是大家都知道哦，有看德国的影片，为什么常常看到德国的东西？德国就是很有名的 sausage， 所以 Christmas Market 也有 German 的 sausage 给我们尝一尝吃。Dream Catcher。说到 Dream Catcher， 好像是可以帮你有一个好梦挂在床边，蛮浪漫的。但是我不要买。不要，我不要浪漫，跟一心跟 Eddie 不需要浪漫。在英国的圣诞节，灯丝就是美。刚在这个 Urban Outfitter 进去两秒以后，我还出来，因为我想一想，不可以买太正常的东西给 Eddie。Glasgow 的 decoration， Christmas decoration 就是那么美，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才4点多，天已经变黑了。但是店还没有关，所以就可以在那么舒服、这么浪漫的风景，可以逛一逛街，享受一下。最后的 Christmas， 哎，怎么办？我现在是不是变老了？变老了，幻想力已经不够。我以前还可以想到不错的礼物，现在走了那么久，最棒还是觉得那个是 Highland Cow 跟潘丁，因为潘丁根本就是 Eddie 嘛。我以前哦，可能是5、6年前之前，我那个时候收到了圣诞礼物，跟我打手球的 team 一起换，然后我是收到那个洗衣粉，但我现在已经不忍心买那些了，决定了，应该要买潘丁，因为你看我跟朋友欺负他一辈子，你是潘丁，你是潘丁，你是潘丁，就算一心抽到，走过了，就算一心抽到，他也知道他自己男朋友。潘丁，如果有一天他变瘦了，他也是潘丁。来 ，MV MV， 介绍一下 Glasgow MV。House of Fraser， 后面有人。
Zara HSBC End of Glasgow 好烂哦过马路过马路哦看快点 Eddie 我也要你要什么我也要痛哦好浪漫好烂哦我跟 Eddie 就是那么浪漫过年的感情睡在一起双方最爱的圣诞礼物还有答案你吧喂是不是很可爱还有为了纪念我跟他们是在苏格兰认识的所以我打算把这个用这些封在他的后边有奇怪有可爱然后有纪念性 Yes 轻松这是那么简单越看越不错虽然那个线用错颜色但是怎样才可以表达我的努力欸 Muzi 好累啊买东西真的太累了选东西太麻烦了所以我们今天买了礼物买了给 Eddie 跟化姐一起 Yeah 今年收到的圣诞礼物会不会比上一年的好自拍一下你觉得今年我收到的圣诞礼物会不会比那个好会那是我挑的好我们下一个你别见了啊